有看过这个 MV 的举手一下，我看好不好？大连平的 MV 都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。他有看过了，他有一幕是那个蓝心湄穿着礼服，然后跳到那个游泳池里面。我当下就觉得哇，一定很重啊，不会觉得很辛苦，就觉得应该很重。那整件婚纱，然后全部都是水。好了，这首非常那个感动的歌分享给你们，大连平一次。Thank you.
大联盟的。